看看新闻网。1月9日，王岳伦现身厦门为新电影做宣传。尽管当天女儿王诗龄因为上课遗憾缺席，但人气可无人能敌，现场还遭到小朋友隔空表白：“我想娶 Angel 做老婆。”虽然童言无忌，可也着实让身为老爸的王岳伦吓了一大跳。不仅如此，已经上了幼儿园的王诗龄私底下人缘也是相当的好，难怪女儿这么小，王岳伦就开始紧张起来了。有的时候他会说他跟谁是好朋友啊什么之类的，那我一般都会问，哎，我说是男孩还是女孩啊？新闻在线综合报道。